粉刺都很大颗啊，发炎。有听到我说的有。哦？那洗面的话，就是我用水，还要跟什么去洗？洗脸一定要用洗面乳洗哦，面，好。因为出油的时候，只有洗面乳才可以清洁你的皮肤。好。就像碗盘油油的，一定要用洗碗巾洗啊。带旅行组，我等一下给你小的分装瓶，你可以带在身上。好。可以喝一点青草茶、绿豆汤、冬瓜。柠檬，你怕酸吗？我不怕。不怕，柠檬多一点，冬瓜少一点。叫它做酸一点。好。不然冬瓜太甜了。算是一天不要喝太多，你要多喝水，把它吸，就是把它冲掉了。好。喝两三杯的那一种。哦。对啊，那种就真的太多了。有些人压力很大，喜欢吃甜食，巧克力啊、蛋糕啊那一种。别动手挤，一挤就是伤疤，很麻烦。啊，你有伤口的期间，千万不要吃。所以你怎么找到我们的？是我妈在网上上面找的，她说这个好，所以叫我来做。是想要好才会来吗？
那上面讲，然后跟着 Google Map 来。有些客人找着找着他就迷路了。吃了什么吗？我没有，我有吃，突然啊，因为全部都粉刺耶，满满的，你的毛孔。